上桌。哇！等一下，我真的补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怎么补？哦，我好像，哇，太快了。七万挺神奇的，我其实也不知道给了什么，那你看我的了吗？还可以吗？不行，我的天！喜欢的话，绝不绝住，厉害吧？可以，真强！果然是要盖着乱换啊！看一下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哦，哇哦，原来这样子啊！好，不行，这是有办法，除非得丢这个。哇，第二个三张纸 get 到一张，看一下。这是要乱换比较喜欢的。欸、品成哎、欸，你的小宝贝。是要乱换比较喜欢的吗？希望有人要吗？我跟你讲，我其实根本没有看，我换图没有看。谁要？我。你是要七万还是一级 ？OK。对吧？我们这还可以不用打，就给钱。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你已经眯了，你还要这样摸？哦，还有这样。哈哈哈。我没有看我画什么给他。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换给他。你怎么还在打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很神奇哈、啊。我盖着丢的。盖着丢的。你知道我们刚才想了很久吗？我们因为那个时候你换给我的，你给我们第一把也是一样，然后再换一次又是一级。都接到了，看好扯啊！连接两次，连咪两次，好扯啊！我那个卡小真的是乱丢哎，他都接住了，什么意思？可是我们一开始体质也很好。我甚至不知道我换给他什么，他两次都是几，厉害了。七万还是什么？你打什么？他打什么？九饼。我们要，我们也是，我们也只能放回去。我们怎么办？他都破门，你还来不及打开，这样很奇怪。哎、嗯欸，我们已经看过，我们看过，但是没有办法。是没办法。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有办法，收起来，先收起来。我不管，我不管，先收起来。让我们。偷偷收起来，从中拿去做基金。嗯，三六吗？哎，你摸什么？算是三六吗？刚好三一定要打。第一季。三孤张啊。三四孤张啊。